声那么的迷线，匆匆忙忙一次错过的肩，侧眼在等待我发现，情愫席卷我的双眼，自知却浮现你的脸，梦里温习告白过千百遍，只想每天陪在你身边，从来没有如此的执念去了解你的每一面，犹豫不决并不能体现我那些痴痴的想念，握紧在手中的钥匙链，叮叮当当敲击在心间，突然间发现承受不住思念，只想在明媚的午后捧起你的脸，你微笑的脸，哦哦哦哦哦哦哦，算了20多分钟，快交卷还没算出来。你好好看看这道题目，你是不是把区间给看错了？有吗？你看这块。我说怎么感觉不对呢？谢谢小陈子。咱俩还客气啥？哎，不过啊，经过没日没夜的努力，这次啊，总算是超常发挥了，考得入学以来水平最高的一次，倒数第四。唉，不过这次题确实有点难，你看，我不是也比上次下降了一秒。其实我觉得咱们刘老师说的特别对，要想成绩好，光靠熬夜肯定是不行的。哼。休息好才能学习好。班长，你戏剧课演得太好了，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当明星啊？没有想过。要是我也能演得这么好，我肯定就去演戏了，搞不好还能火呢。好啊，到时候我给你当粉丝。你成绩这么好，又这么稳定，将来肯定考个好大学，到时候每天写论文，哪还有时间关注我呀？哎，小丽，你别搞得好像你真的会当大明星一样吧。哎呀，我就想想嘛，讨厌。班长，其实邵天阳演的也挺好的，你跟他搭戏是不是特有感觉？
其实我觉得邵天阳要是一直能这么认真学习就好了。难啊，太难了。哎，合唱大赛的活动通知大家都看到了吧？看到了。您不是因为怕耽误我们学习就给拒绝了吗？我仔细想了下，虽然咱们现在学业重，但是像全市合唱大赛这样的活动啊，也不是经常有，到了高三啊就更不可能参加了。包括咱们班长呢也多次找我说到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应该给咱们的高中生活多增加一些美好的回忆。但是呢，我们要不参与，要参与啊就得全力以赴，每一位学生啊都要做到尽心尽力，争取获得最好的成绩，为咱们班级争光，也为咱们清学争光。好，就那么激动，还没说完呢。我也会和音乐老师商量一下，挑几节自习课出来，大家好好练习练习，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好好排练排练。老师，是不是我们没唱好啊？不是唱的不好，而且其实作为自选曲目，你们班长推荐的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我觉得这首歌需要一个领唱，所以你们班上有没有哪位同学的声音条件比较好的？林洛烟。你可以唱几句试试吗？来，三二一，走。Is this the hope of the world in my hands? I'll take this moment to be all that I can. Look to you.诚意介绍。Today we are so aware, we are the air, and we're together again. 老师，你还让林若烟当领唱吧。诚意同学的音色还是很不错的。林洛烟同学的那一部分呢，等会儿单独再讲。这样吧，我们现在把第三部分整体的排练一下。来，来，准备好，三、二、一，走。停，停。同学，你可以从头唱一遍吗？我吗？对，就是你。好吧。Is this the hope of the world in my hands? I'll take this moment to be all that I can.Today we will show who we are. We are the earth, and we're together again. My friends, will you show us the way?
we travel on, guided by the flame. Oh, oh, oh.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邵天阳。邵天阳，你真的唱得很好。啊，这样，同学们，林洛烟跟邵天阳两位同学呢，再留下来单独练习一下，其他的同学们可以回家了。哦，路上注意安全。刘老师，你们班真的参加音乐大赛了？是呀，毕竟啊都是孩子，全市的活动啊参加也好，鲍主任也挺支持的。你真的有心了。不过啊，我刚才经过音乐教室，看到你们班的同学啊状态还真不错。是吗？我这两天啊一直忙着写工作总结，一会儿啊我再去看看。尤其是那个邵天阳，认真起来呀、啊。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谁？邵天阳。哦。咱们呢，先休息五分钟，大家喝点水，润润嗓。刘老师，杨老师辛苦了。没事，应该的。哎，陆烟。杨老师啊，我刚刚看那边整体效果，哎，真不错，你组织的很好啊。这次比赛啊，看来咱们势在必得。嗯。刘老师，我想了一下，比赛当天可能人手不够。我可不可以叫一个朋友来帮忙？当然可以啊，谢老师，继续努力啊！嗯，同学们继续努力啊！好。太好看了，这也太性感了吧！是咱们学校的腿太长了。是咱们学校吗？又白又长的，我好喜欢，是不是？夏雅，你也帮我画画吧。江木凡，我劝你还是别让夏雅帮你画，你看她给我画的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俩有仇呢。你再说。江木凡，让洛烟给你画呀。啊。洛烟，这边还有人没画呢。江木凡，坐。新月，你来啦！哎，天哥，这不那谁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杜新月，她专门请假过来给我们化妆的。嗨，专门请假过来给咱们化妆，够讲义气的，是吧？嗯。
我看一下你给谁化妆比较合适呢？落雁，嗯，不如我就给江木凡画吧，而且我最会画眉毛了，其他人我也不太熟，不如你给别人画吧。嗯，好。江木凡，那我开始喽。你别乱动，我没乱动啊，我这是争分夺秒排练呢。We are the earth, we're here together不错，还有指甲油吗？我来帮你。多的是。你看，这么多颜色，你喜欢哪个？随便你选。哇，夏雅，那看你的了。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怎么能这样捉弄男同学呢？心月，哎呀，错了嘛！你看看你画的图案，一点都不好看，还不专业，怎么能这样呢？我来。不是香奈儿的指甲油吗？你们也太奢侈了吧！什么情况？有没有搞错啊？这谁画的？你别看我啊，我只管化妆，不管画指甲油。夏雅，你就知道捉弄我。你看这，
别都怪我啊，是心愿先画的。啊，还有，陆烟也画了。夏雅，你是个叛徒，人家还没问呢，你就全部都找出来了，能不能晚点再出卖我们？给我画的还不错，就是当真都没点了吧。十五班同学集合，准备登场了。下面请欣赏十五班自选曲目《圣火》。
番第一首歌《保卫黄河》的得分是8.9分。第二首《难忘今宵》的评分是9.1分。师大附中高二三班的第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得分是9.4分。第二首歌《明天会更好》得分是9.5分。清雪高中高一15班第一首歌《同一首歌》的得分是9.3分。第二首歌《圣火》的得分是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安心哥。You are the best.睡却怕等不到天明，你是黄昏的飘零彩云，并让我低沉的呼吸，心
透明，被你戳碎，飘散成泪滴。看着你一次一次这一和坠地，我无能为力，痛得不能自已。作为天使曾经身旁的回忆，我早已习惯被残忍的剥离。那些时光想起就感觉甜蜜，被我深深藏在心底。是否那些曾经天使的美丽，今后只能面对自己再提起？要等一个人慢慢被抽离，或许才可以。作为天使曾经身旁的回忆，我早已习惯被残忍的剥离。那些时光想起就感觉甜蜜，被我深深藏在心底。是否那些曾经天使的美丽，今后只能面对自己才提及？要等一个人慢慢被抽离，或许才可以。继续着回忆，但愿天使依然很美丽。美